我是男王姐妹花，你是吉他手。好，听他们表演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什么歌？唱我故乡。唱我故乡，来来来来。Yeah. 哎，两位请坐，您的真好听哦。专辑就叫 Honey Voices， 就是好像像蜜糖一般甜而不腻的声音哈。哇，对你们三位改观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啊金曲奖，你们就准备领奖的衣服了。不要这样，真的吗？好害怕。啊，什么年代还有出唱片的？对对对对，真的出唱片要的，对，远远的录音。哎呀，太好的了吗？而且他们那种声音一出来啊，哇，简直是让人家整个情绪都投入进去。你好像想哭了，也想哭对不对？好像看到家乡的那个山呐，或真的，然后就听到阿姨的声音，我就觉得我好想家。然后他说：“妍妍的录音带打吃吗？”妍妍的。我所以你看到他们这全家都会唱。刚那个三部和声是谁写的？好美，自己写。陈俊元。真的。陈建年啊，陈建年呐，陈建年也是你亲戚啊？是啊，他是我表舅啊，对，就是我们共同的表舅，也是得金曲奖，对，哇，全被你们拿光了，还好我早一点先拿。所以也是前辈啊，原来是我的舅舅，陈建年，没有得金曲奖都是我的舅舅。后来那个陈建年先生在做什么？还是当警察？对，他还是没有，但警察也是钓鱼啦，是吗？没有。陈建年舅舅也是为这张专辑当制作人嘛，制作人，对啊，是很用心，所以这个厉害，因为他们一起唱歌，从年轻唱歌到现在，我们从高中的时候就一起唱。你们这样吃槟榔、喝小米酒，喉咙都不会受影响？我们找医生就好了，找医生保养的方
啦，喝小米酒只是我们庆典的时候才在喝的啦。吃槟榔有吗？吃槟榔，槟榔就是偶尔摇一摇啊。听说他们是有时候喝醉的时候啊，没有槟榔，连椰子也直接咬。是吗？那个槟榔是没有加那个红灰白灰啊，没有啦，他们是非常的清凉，清凉，对，那个叫降火，降火，降火，非常的凉。那小米酒，你的酒量应该是最厉害的啦。没有呢，我一杯就倒了，我的一杯是这么大。帅哥，帅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个秘密，他说，舅哥，舅妈，舅妈是喝 whisky。是一杯，但是一杯比酒瓶还大。你看皇家礼炮伺候他，阿姨跟舅妈他们其实不太喝酒嘞。对，我们都不太喝，不太喝啦。没有，喝起酒来那个情绪比较奔放嘛，唱起歌来啊，能够把内心世界完全毫无保留的啪一下。会飞是？没有，其实我们比较常喝烧酒鸡啦，然后自己下厨，然后大家一起喝。哦，对对，梅南煮烧酒鸡，我跟你讲赞呐、啊！烧酒鸡啊，对，烧酒鸡，对不对？烧酒鸡，我下次煮可以吃现场，对，现场真的，现场在这里搞一锅烧酒鸡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太厉害了，来醉死大家啊！是是。不过今天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他们这个多部和声啊。你知道周族有一种那个和声有没有？八部和声，那是布农族。哦，那布农族，那个布农族是嘿。哈，那个升起来共振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当中有一个那个臼嘛，嗯，有没有在那个锤那个麻薯那个臼有没有？里面放水，那个水纹就会出来。声波这样，声波，声波。对，今天能不能？今天教我们金曲村的。对不起，我要重复你这句话。对不起，是教他怎么和声。不是教我，不是教我，是教我，不要把一缸子人全拖下水，好吧？对不起，和声和声，先教我们呀。我们先看一三五哆咪嗦的和声。好。啊啊啊啊！你是啊，好吧，一遍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七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就是最简单的一三五和声，你有感觉到共鸣了吧？有有有。好，我们先听他们真正实验版的，好吧？对对对，用一首歌来示范。多部和声，演唱这一首以色列民歌《夜玫瑰》，太正点了！来来，一起来了，好吧？好，《夜玫瑰》，好吧？来来来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哦。